从小在你手里带到大，然后他跟你足够亲近，平时的话你放什么东西他都会去玩去顶，然后就慢慢的训练，提到这个球款里面我就给一点饲料奖励，然后这样的形成一个条件反射，就是基本上这样子。难的部分就是早期都踢不进，因为这个鱼本身它也不是说特别灵性，然后这个训练过程特别的久，因为踢不进就没有给饲料嘛，所以他们就不玩了，所以有时候确实就是挺枯燥的。